大家好啊，又系到HM啦。咁咧而家就啱啱2023年过咗去啦。咁前嗰排咧，我就喺一个古典音乐网站嗰度叫 Backtrack 咧，就有一个好有趣嘅，佢出咗一个2023年一个统计资料啊。哦，咁系咪即系好似 Google Search 嗰啲咧 ，Top Search of the Year 嗰啲啊？类似嗰啲啦，咁入边咧睇完之後覺得有啲好有趣嘅即係統計資料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哇哇！咁譬如你俾你估下，即係喺現存在世嘅音樂家，有邊一位嘅音樂家嘅作品咧係被演奏得最多次嘅咧？最未死嗰啲啊，未死嗰啲啊，未死嗰啲唔識喎。未死咪我唱得最多應該 John Mayer？No。未死闊啲嘅，即係裝一茶就合唱多啲啦。我知道我知道，嗯。Orchestral 多啲嘅。Orchestral 未死啊！那個日本嗰、那個，日本嗰、那個久石讓。係係係。No， 不過都係嗰個方向啦，我嘅形容係啦。有邊個我認識嘅咧？噏曬啲識嘅啦，未死嘅識嘅。阿福伯。佢係第二。佢系第二。哎呀，第一边个咧？头先如果再生出名嘅电影嗰啲咯。系嗰个方向噶啦，电影嗰方面噶，所以话九日样都系嘅啦。嗰个方向。我知嗰个巴比巴嗰个。巴比巴，姑姑都系讲嘅。做。John 估埋個名次，我所以考下你。第三位，你估係邊個啊？死咗嗰啲咪三個，通常都係大三 B 噶啦。即係咁都知你第三位，你估邊個啊？就算係第三 B， 咁係啦。第三位係邊個咧？三 B 就 Beethoven、Bach 同埋 Brahms 啊嘛。係啊，排第三係邊個啊？而家 Brahms。No。第三唔會係。巴哈啩，巴哈排第三，哦，系啦 ，OK。第二咧，唔系 B 噶啦，应该。你估啦，第二啊 ，Mozart 咯。No。第二咩国籍噶？其实都系三 B 嘅。即系三 B， 即系点样排嗰三 B？ 总之第二位系三 B 之中其一个啦。Beethoven。系啦，咁第一系边个咧？唔係三 B 啦。哦，第一係邊個咧？其實先都講咗啦。又係 Mozart。Mozart 咯。切。即係第一位咧就係 Mozart， 第二位就係 Beethoven， 第三位就係 Bach， 咁第四位咧其實就 Brahms 啦。哦，褪三 B 褪一褪。係啦。咁然之後你等你估下最多人演奏嘅呢個 concert work， 即係真係入到去大嘅。大型嘅 symphonic work 啦，你咁講，第一位你估下係邊個啊？邊首啊？依個咧就有啲 tricky 嘅，咁多點估啊？係啦，同埋依個咧提示咧就係有少少特殊嘅，係啦，因為2023年係一個比較特殊嘅年份。哦，即係嗰啲死啊，生日啊嗰啲，年年都有邊個生日邊個死，我成日覺得係年年都係咁嘅啦。咁但係上年啊，嗯哼，上年係咪 Ferdi 啊 ？No。上年 WC 见到，乱咁噏，我识唔识啊？咁梗系识啦，真系都系名嘅都系。边个啊？仲有唔记得啦。系俄罗斯嘅。Tchaikovsky。No。Rimsky-Korsakov。哇！你真系咁鬼偏股，都大路嘅。大路。即系除咗 Tchaikovsky， 大路嘅。Stravinsky， 我做边个大路啊？柴可夫斯基，
Rachmaninoff 係啦 ，Rachmaninoff 嘅係咧佢幾年年啦，咁叫做咁佢第一排第一嘅係邊首作品咧？估下 Piano Concerto。No， 呢個我自己都有少少 surprise， 竟然係 Yes。咁唔識，我淨係識嗰啲 Rocky One Two Three。係佢嘅 Symphonic Dance。我唔識，我就係識 Rocky One Two Three 咁樣嘅啫嘛。係啦，咁你估下第二首係邊個？即最多演奏嘅。好難啊！咁咁大個 symphonic 乜乜乜嘅海入邊。咁但係其實都常奏嘅。Brahms 咯。No， 其實都係玩咩樂嘅。呀？係啊。哦，咁就係 Rocky One Two Three 其中一個啦。點樣 Rocky One Two Three 啫 ？Brahms 都 concerto piano concerto number one 或者 number two 或者 number three 咯。啊，系咯，咁 Rocky One 定 Two， 有，耶，咁排第三啦，第三就唔系话咩罗法 ，Symphony 嚟嘅 ，Symphony，Mahler，Mahler 就偏门啲，好好唔偏门嘅，即系全部都系大路嘢，呢个好大路嘅，好大路嘅，好大路，唔系即系 Symphony 加唔加埋系嗰啲咩咩咩，淨係純 orchestra 嘅啫，呢個 symphony 嚟嘅，真係 symphony 呢首。Symphony number five。No。All the joy。Symphony number nine。No。都係拉嘅啦，但係邊個嘅拉咧？邊個嘅拉？又話大佬。好大佬呢首。仲有邊個嘅奶奶好大佬？奶奶大佬。仲有邊個大佬奶奶啊？唔知喎、啊。全部啊，新世界。我呢我唔係大佬先，咪多咗啲咯。噃噃，唔係呢首啊，係點個新世界？哇！好啦好啦好啦，好咁到 opera 啦。嗯，嗱，如果最多人識啦，係啦，最多人演奏嘅或者演出嘅 opera， 嘉文 ，no。卡文喺香港成日演奏啊！但喺世界咧，佢甚至三甲不入嘅可以講卡文。卡文三甲不入 ？Yes。Really？ 咁啊，另外一個最容易做咪 Magic Flute 咯。Yes。Yes。咁你想唔想估下第二係邊個 ？Magic Flute 之後又唔係卡文喎。立布恩。Yeah。第三咧。都是大佬的啦，梗大佬啦，十級大佬定是很大佬的，是不是都是 Puccini 啊？是的，都是 Puccini 啊，除了 La Boheme 就是我們剛剛唱完那個 Tosca、Tosca 不是、不是他就是 Madame Butterfly， 是的那最後唱到爛最後就俾你估下最忙碌嘅一隊 orchestra， 即係話佢喺2023年嘅演出場次係最多嘅。非常大佬噶啦，真係。Berlin Phil。Berlin Phil 啦。OK 啦，我識翻我自己個 category 啲嘢咯。orchestra 嗰啲作曲家嗰啲，唔記得啲名啊嘛，記得嗰首歌咯，但唔記得啲名。係即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係啦，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喺下邊嗰度睇一睇，咁睇下會唔會有啲咩你覺得非常有趣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